盘点人类倒霉瞬间，工作久了锻炼一下身体，看我这运球动作标不标准。斑马线要礼让行人，看我表演。还有新买的篮球弹性就是好，还好我身手敏捷，咱俩一起跳下去。这根本难不倒我。记录美好瞬间，好美丽的风景。试试刹车怎么样？整蛊一下朋友，一起来段舞蹈，看我一把脱。还好有我在。比赛开始，该我上场。怎么不带我一个？出门逛街去了。给你展示下我的力气，我瞄得很准，力有点滑。